槟城大山脚五车连环撞，拖格罗里在路口转弯时，集装箱突然倒了下来，压中了两辆轿车，一名女司机当场死亡，而另一名男司机重伤。交通意外呢，今天早上发生在五级丁雅路，遭殃的汽车正在对向车道等候红绿灯，民众第一时间救出了夹在车内的25岁男司机。而冰岛消拯局在9:30接到投报之后，到场救出另一名同样受困在车内的21岁女司机，但她已经伤重不治。集装箱压中的轿车已经溃不成形。事发时间呢，刚好是通勤尖峰时段，这起意外也殃及了另一辆轿车和罗莉。当局善后时，有人在现场哭成泪人，相信是死者的亲友。伤者事后已经送院治疗，遗体呢则送到大山脚医院解剖。